不管你爱谁，都是爱你。哎，你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？午休都快结束了。给你补充点能量啊！买这么多？嗯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这奶茶，看着不错。对，我来想跟你说，我觉得我还是想一点一点把前厅的事情交给郝美丽来做。 郝美丽那么聪明，她肯定能把前厅打理得很好的，对不对？交给郝美丽，你就想好了？嗯，但是我觉得郝美丽这个，郝美丽怎么了？哎，你不觉得？哎，她太年轻了吗？你看她也没有什么管理经验，耽误生意怎么办？啊，说的也是哈。啊，我想想。 挺好喝，好喝哈，下回再给你买。行了，那我先走了啊，不耽误你时间。就走了啊，我还有事儿。徐太太你好，这边有您的信件。 谢谢啊，不客气。曼婷，怎么啦？电梯都不摁啊？ 你们家徐浩在北京谈了个大客户啊，老婆。 烦我了，焦凡，你还爱不爱我了？这什么问题？你就认真回答我。爱你不爱谁，都是爱你。